后中信兄弟啊，2-0拿下了他们队史的第一场胜利，也就在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啊。那这场比赛呢，当然是非常的过瘾而精彩。而谁是单场 MVP 呢？就是中信兄弟今天的先发投手陈文。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。就是现场一样有个简单的问题啊，来请洪文跟大家说说话。因为洪文其实在官办热身赛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，有被球击中了腿部。那今天你用表现跟球迷朋友证明了你没有问题，也帮我们中信兄弟拿下队史上的第一胜。那是不是这边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分享一下？首先先谢谢各位球迷大学长为我们中信兄弟加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谢谢陈洪文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请他帮我们签我们今天的纪念球，那送给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。